就唱吧，千万未知的疯狂，有了你我什么都不怕。甩开了那些带着鲜花时尚的时光，你情愿风吹雨打被我去闯天涯。此刻有谁比我富有比我更潇洒，我想踏上世纪红毯说话，从未如此快乐，真爱如此难得，幸福如此给我，在这微风时刻，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辽阔，爱得如此自由，在这微风时刻。有了你我什么都不怕，甩开了那些带着鲜花心上的情话，你情愿风吹雨打陪我去闯天涯。此刻有谁比我富有比我更潇洒，我想踏上世纪红毯说话，从未如此快乐，真爱如此难得，幸福如此给我，在这微风时刻，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辽阔，爱得如此自由，你给的微风时刻。用力我啦！住手！哥哥，你要不要紧啊？哥哥，我没事。你们还有什么毒招，就尽快使出来吧。要么就把我刑求致死，想让我认罪，休想！哼！你以为有皇上护着你，哀家就拿你没辙？好啊，今儿个哀家就打狗给主人看！来呀、啊！把青青拉到一旁杖责，直到玉格格招供为止。是。不要，哥哥。金妮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哥，别，金妮不怕打。哥哥，不要打！金妮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金妮，你换住手，听到没有？金妮。楚大海，我在，快去看发生什么事了。咋？啊！皇上大事不好了，奴才刚刚获报，玉格格冲撞太后，带着青青从太后寝宫后面跳窗而逃了。什么？快带朕去看看。天走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真的，快进去！哥哥，我屁股好痛，跑不动了。不行啊，青青，你忍耐点，我们不能再被太后给抓回去。快，我扶你，快！哥，你先走吧，别理会青青，太后要抓的是你，青青不会有事的。你带着我，你肯定跑不掉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，快走！谁在那？拿回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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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哥哥慌忙逃入禁地，卑职等未封准，不敢擅自追往。没有东西，哼！禁地，禁地有运贵人吗？跟我来。是。妖女，胆敢私闯禁地，打扰太皇太后的清幽，你活得不耐烦了吗？臣该死，臣妾该死！先行告退，走了走了，太皇太后。把水退下去。是。还是这位老奶奶可爱，慈眉善目的，又漂亮又可爱。不对不对，是可爱极了。大家都没注意到哎。小姑娘，你是？哦，我刚刚给人追杀，借您的地方躲一躲，你不介意吧？如果说我不介意。你刚进来的时候没看见外面石碑上刻的字啊？擅入者死。你是字吗？你笑什么呀？你不怕死啊？你年纪比我大那么多，你都没有死，我怎么会死啊？所以那石碑是立假的，专骗你们这些胆小鬼用的。没事没事，退下去。是。你懂书法，你看这几个字写的怎么样？像王羲之，又不像。模仿的像柳公权，也模仿的不好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马马虎虎，差强人意了。小丫头啊，这王羲之啊是以行书著名，这柳公权呢则以楷书传世。哇哦，你这丫头连王柳你都搞不清楚，还在我面前胡诌瞎掰，说什么马马虎虎。我看你啊，那胆子还真不小哦。就算我的书法不如你，也没有什么好丢脸的，反正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嘛。我的书法不如你，不过我倒是很懂画。你懂画？好啊，你说来听听。喏，像这幅泼墨就画得不错，手法不输王维，堪称佳作也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小姑娘啊，小姑娘，我活了这么大把岁数，只听过王维的山水。还没见过王维的泼墨呢。好有意思有意思，我非要跟你好好的聊聊聊聊。我刚刚被人家追得又累又饿的，哪还有力气跟你这个老人家聊聊啊？没问题，准备点吃的，是可别把我们这个专家给饿昏了。泼墨。我没有感觉孩子，个性冲动，常闯祸。我这做额娘的很清楚。不过，他绝对不是偷鸡摸狗的小小之辈。您身为长辈，何忍这么的折磨他呢？夫人，
洗都已经用了，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？太后，您见谅。母后，不是说好了要验身皇怀玉清白吗？你怎么动用私刑了？这话要传出去还得了？建宁，好了，太后何其尊贵，岂容你们在这儿口沫横飞的数落？你。不过依朕看来，母后这次所为，应该是冲着儿臣来的。母后利用儿臣对您的信任，把怀玉带进寝宫，擅自动用私刑。不知道母后是不是因为打不了朕，所以只好打怀玉了？哀家打的是青青那丫头。玉格格是皇上心头的一块肉，哀家哪敢冒犯呢？爹，走快点！死丫头，给我跪下！启禀太后，臣妾已将青青押回，至于怀，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朕当然吉祥，不过有人就要倒大霉了。吴大海，奴才在，将这个煽动太后动用私刑的人拉下去。炸！我妈不要，皇上！皇上您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您别忘了，韵贵人身怀龙种。因为身怀龙种，就能如此胆大妄为，完全无视朕的存在吗？要朕如何容忍他？究竟朕要容忍他几次？皇上。哀家答应你，寻回玉格格一定秉公处理，不再用刑。现在就请您放了韵贵人吧。如果不是太后亲自求情，朕绝对不会姑息。谢皇上开恩，谢皇上开恩，谢皇上开恩，谢皇上开恩。你最好快说，怀现在人在哪里？臣妾不敢说。朕要你说。回皇上，玉哥哥他被禁卫军给追击了，所以他就往怡寿园的方向逃了进去。什么？进了怡寿园？聊了这么久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傅怀玉。我阿玛呢是郑弘亲亲王傅振，我额娘呢是皇帝的亲姨娘德福晋。德福晋，熟德，我还记得他耶。你认识我额娘啊？那你是？依你看，我会是什么身份呢？依我看，这整座紫禁城这么大，而你偏偏又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。看你的样子，气质又有一点，绝对不是养老等死的宫中嬷嬷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喽？你呀，一定是先皇。对，年纪不对。你呀，是先皇的先皇身边的嫔妃，因为犯了错就被打入这座冷宫，一关就关到现在。鬼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啊？不怕掌嘴？你又凶我。好了好了，没你的事。是他凶归凶，对你倒是百依百顺，唯命是从啊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在宫里被人追杀，怎么回事啊？算我倒霉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当今太后还有准皇后胤贵人看我不顺眼，没事就进来找我麻烦。就连日前先皇的玉玺掉了也赖到我头上。先皇的玉玺掉了。是啊，不过就是块印章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再说我又没抢夺皇帝的，我偷那玩意做什么？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啊，老奶奶？说的是啊，这不做皇帝偷那玩意要干嘛？哎呀，文献对你用刑了。文献？
我是指当今太后。是啊，我不承认，他们就刑求我，还刑求我身边的丫头。有这种事？哎，这些年来我隐居在这儿，不问世事，想不到宫里头啊，居然出了一位这么跋扈的太后。小丫头，跟我年轻的时候一个模样。去，告诉玄烨，就说我暂时把她留在我这儿。老奴遵旨。怀玉这下麻烦大了，万一触怒她老人家的话，只怕连朕都保不了他了。这怡寿园里头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啊？我怎么都没有听过啊。你再敢出言冒犯的话，你先别朕长你的嘴。公主有所不知，怡寿园里住的是太先皇最宠爱的孝庄太皇太后，也就是您的祖奶奶。祖奶奶？哦，我还以为她早就已经驾鹤归西了呢。你又在胡说。这怡寿园里面住什么样的人我怎么知道？我哪会知道住个祖奶奶啊？那我当然就祖奶奶生性安贫乐道，在清赌镇登基之后过没几年就移居怡寿园颐养天年，不涉世俗了。皇上，我还是听不懂啊，这怡寿园是什么地方？怀玉会有什么危险？通往怡寿园的入口处有太皇太后懿旨立下的石碑，上面写着擅入者死。这道懿旨就连朕也在规范之列，更别说怀玉了。那照皇上这么说，怀玉危险大了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苏喇嘛姑在外头求见。苏嬷嬷，快请快请。扎，苏嬷嬷请。老奴叩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苏嬷嬷快起，涂大海看座。老奴不敢，我是来传太皇太后口谕。说完我还得赶回去复旨。太皇太后的口谕，她说了些什么？是关于怀玉的事吗？太皇太后见过玉格格了，并且有意将玉格格暂时留在怡寿园。为什么？怀玉冒犯他老人家了吗？何止冒犯，简直是没上没下，无法无天。苏嬷嬷，不知太皇太后打算如何处置怀玉？没有太皇太后的旨意，老奴不敢妄评，请皇上恕罪。老奴话已传到皇上，若是没有其他的吩咐，请恕告退。请代朕向太皇太后问安。苏嬷嬷慢走，涂大海做苏嬷嬷。这，老奴告退。皇上，您想？朕不敢想。太皇太后严禁闲杂人等接近怡寿园扰她清修，怀疑这一次糊里糊涂的闯了进去，会是什么下场？朕实在是不敢想。我没有怨，我多大只是一些时间。连他身边的下人都可以赏我耳光，小心用词儿，不怕掉脑袋。
太皇太后之所以令人敬畏，并不是她是否握有实权，而是她与生俱来的皇室威仪。所谓贵气逼人，大概就是形容她吧。相形之下，哀家倒是矮了半截。姑妈，他真这么可怕？那玉格格擅闯禁地，岂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太皇太后是个聪明明理的人，要是让她知道傅怀玉是偷了玉玺而躲进怡寿园，哼，只怕十个也不够他死的。他所以没死还活着，除非盗玉玺另有其人。陈亲王在。韵儿，见您跟吴世子的证词你们都听清楚了吧？安儿真的是出城办事，身上没有受伤吧？姑妈，你千万别听信他人所言而误会了安帝。嗯，没有当然最好。哼，我进怡寿园，先皇玉玺失窃一案，哀家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条命，要不然怎么养得了这么大？你还笑得出来，我担心的要命啊！你不用担心了，这么多次的凶险，怀玉不都是平安度过了吗？这孩子还真有他自个的生存之道。事情还没有明朗之前，你也不用瞎操心了。王爷福晋，那怀玉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？她会不会有事啊？怀玉这丫头，太后对她用了刑了。用刑？但对她用了刑，她还莽莽撞撞的闯进了太皇太后静养的地方。宫里的规矩，她哪条不犯？偏偏犯了这一条啊！这么说，怀玉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喽。太皇太后只说要将她留下，也没有说要如何处置她。事情没有明朗以前，咱们也不用太担心。你说的倒轻松，这盗宝案一时破不了，怀玉随时都可能被定罪，也不能单靠皇上对咱们的信任呢。是玉玺，玉玺不是怀玉偷的，不是的。云儿，你似乎知道些什么。不能讲，讲了会害了陈安。可是怀玉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云儿。你在想些什么？你刚才说些什么？哈，我啊，云儿只是非常信任怀玉，我相信她绝对不会做出大宝一案的。只要是明眼人，谁会看不出其中的文章啊？这太后就受到韵贵人的挑拨，让我们玉儿吃足了苦头啊！
少爷，老爷吩咐过，您不准出去。让开！少爷，别问他晓得，滚！啊！你干什么？我要去见云儿，孩儿实在不放心他。管好你自己吧，别忘了你身上的伤，更何况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阿玛，您容不下云儿，那就让孩儿跟他一同消失算了。偷盗玉玺的事，不会成为您的包袱的。你这个畜生！说这什么话？你难道忘了咱们是坐一艘船，是一家人吗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跟父王府的人反目成仇？不就是为了你这个混账东西？阿玛，你真当我是儿子的话，就该明白我。孩儿长这么大了，你见过我对哪一个姑娘动过真情？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次？说再多次都一样。我跟云儿是一见钟情，我只要她，我只要她。她会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当初盗宝是你主动应和你大姐的，现在这个烫手山芋丢掉都来不及，你还有心情去谈男欢女爱？阿玛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只是把他赶走，没要他的小命，我已经照你的面子了。你别把你老子逼急了，就来个斩草除根。不要，阿玛，不要。那你就乖乖的听话，不准再跟他见面，知不知道？少爷，您的信。谁写的信？外面的朋友。上之信邀孩儿出去喝酒。阿玛，孩儿去去就回。玉玺的事，咱们晚点再商量。哪去了？你不知道，我想死你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吧？别管我的伤，倒是你，这几天过得好吗？你难道就住在这？你的病没再犯了吧？我现在住在父王府，父王爷和德福晋都很照顾我。我没有埋怨，错过的只是一些时间，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辽阔，爱的如此自由，在这微风时刻。我现在住在父王府里，父王爷和德福晋都很照顾我。你怎么会住进父王府？这说来话长，不过你放心，玉玺的事我只字未提。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事儿。王爷和福晋刚从宫里回来，听他们说怀玉为了玉玺被盗一案已经惹了满身的麻烦。陈安，天知地知，玉玺就在你的身上，只有你能把怀玉解围。要我帮他解围？
推他跌进深渊里的人，怎么可能再倒过来伸手拉他一把呢？我知道我的要求有点离谱，我也听说了陈父两家的仇恨，可是冤冤相报何时了？难道你就不能？你想透过我报答他对你的恩情？云儿，在上王府你已经帮过他一次，你不必觉得亏欠他什么。不，即使不谈报恩这一点，我也不愿意见到你们彼此伤害，因为我把你们都当成我最好的朋友。陈安，答应我好吗？哼，你这个小妖女。阿玛，哼，把那个妖女给我拿下。小心。安儿，非得逼着我们父子反目成仇吗？阿玛，我绝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云儿。阿玛，还愣那边干什么？快把那妖女抓起来！是。这个畜生！我们快走！还不快追！别报警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要紧，别担心我了。大王府到了，要不我扶你进去上点药。你这不是开我玩笑吗？我跟傅家是死仇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为什么会卷入这件事情呢？我好矛盾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云儿，别难过了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？真的不知道。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我已经爱上你。陈恩，求求你。别为难我，老实说，我现在是骑虎难下。盗宝的事，不是傅怀玉死，就是我陈安亡。不，会有办法的，这件事一定可以和平落幕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住在父王府也好，我阿玛不会停止追杀你的。在这儿，对你而言是安全的。陈安，进去吧，我得走。实在不该，云儿，快
看起来。我们傅家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心胸狭窄，我们也没有刻意的筑起一道围墙，把恩怨分得一清二楚。我们只是想知道，你跟陈安究竟是有什么渊源？为什么我与安贝勒纯属私交，不足为外人道。你不愿意说，云儿有难言之隐，请福晋见谅。好，没关系。如果你不愿意说，我们不会勉强。不过，我们是想提醒你，陈安他，我是说，以我的经验，陈安这小伙子血气方刚，给宠坏了。人是会变的，我的意思是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人。我相信，再坏的人，他也会有变好的一天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人性本善，陈安当然也不例外。爷福晋，若没别的事，我们先回房了。云儿，好，你累了，就先回房休息吧。谢王爷。好，看得出来，他确实有事情在瞒着，但是我也相信。他应该不会害我们的。哎，你醒过来了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占了你的铺套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呦，你这一觉可睡得太久了，睡了两个时辰呢，害我等得都发困了。等，等我。你呀，出身名门，这围棋一定会吧？来，啊！哎，我躲进这里这么久，皇上他们一定找我找得很急。好嘛，你就拜托你陪我下一局吧，就一局。这样吧，我跟你打赌，你只要赢我一局啊，我马上就放你走。我保证，你出去以后，皇太后再也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怎么可能？这个老兵妃一定是给关久了，脑袋坏了。我脑袋好得很啊！来嘛来嘛，去陪老奶奶玩一局。啊，嗯，好吧好吧，就一局哦。我可不是赖皮哦，不赖皮，绝不赖皮。来来来，我让你，你先下。启禀皇上，这玉格格去了易寿园老半天了，也不知道是死活啊！奴才该死，奴才的意思说，这事关玉格格的安危，所以奴才是想说。好了，朕也想亲自上易寿园弄个明白，但是太皇太后喜欢清静，朕不便去打扰。谢太后，儿臣参见母后吉祥。皇儿免礼。谢母后。皇上，怀玉的事儿是该解决一下。母后的意思是，总不能让她一辈子待在怡寿园不出来，这也不是个办法。皇上敬畏太皇太后，不敢靠近，那就由哀家出面陪皇上走一趟吧。母后，这不管怎么说，
哀家总是他的儿媳妇儿，好歹他也给哀家这个薄面呢。那么一切就由母后做主。涂大矮，摆驾。白家一寿元，我这儿人丁少，会下棋的对手啊就更少，就那么一个苏喇嘛姑，就算我让他十个子儿，他还赢不了我呢。是啊，老奴的棋艺啊，怎么能跟太啊？跟您相提并论呢。说到这个下棋，老奶奶，你专心一点嘛！一步棋想了快一刻钟了，谁受得了啊？有那么久吗？好好好，我快我快，我这不就下了吗？你快输了！哎，我哎，下棋没大小，你可别怪我敬老不尊贤哦。都是你嘛，一直在催催催，妈老催人家的。叫玄烨一个人进来就好，其他闲杂人等免了。是。是谁来了？我的乖孙子。你的乖孙子？哎，你刚才提起皇上，你跟他很熟吗？熟啊，我谈感情了，他跟你说爱你了。我没有改变，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辽阔，爱得如此自由，在这微风时刻。他跟你说爱你了？哦，原来呀，你已经做了皇上的宠妾了。什么宠妾？我才不稀罕呢。啊，你不稀罕？是啊，做宠妾有什么好？万一有天失宠了呢？像你一样那么老了，还被关在这里，不是一点自由都没有？你宁愿为了自由放弃荣华富贵？嗯，我告诉你哦，我曾经逃出宫去，不过没几天啊，又被皇上给逮回来了。我也该你了，你刚刚还没下那个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别催我，你不许再催我，我跟你讲。太后，这趟通船会不会久了点？怎么好让皇上跟您在这儿等呢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老奴参见皇上、太后。啊，苏嬷嬷，快请起。啊，姑妈，上次打我耳光的人就是他。苏嬷嬷，通传过了吧？哀家可以进去了。太后，请留步。太皇太后有旨，只请皇上一人进入，其余闲杂人等请回吧。苏嬷嬷，请带路。不让请。哀家成了闲杂人等了。韵儿，咱们走。皇上请。皇上，请在此稍候，
老奴进去通报一声。啊，有劳苏嬷嬷。故事的影片会怎么